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五经经文得受持，五经经文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啊，各位为心信教，为心现事，动手地主。啊，咱这节今日讲修咧，啊，最后一节要来甲各位讲解《金刚经》的内涵，甲咱的生活。啊，世间的事咧，啊，都哪有哪无啊？啊，你看到咱佛事。啊，那遐些南无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啊，南无东方有殊佛，南无地藏菩萨，南无王禅老祖，南无太上道祖，南无你零零净净加修法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你唔知要为倒去啊？死了后要对倒去哈？那无观世音菩萨三寸起灯的时，要走对倒去啊？啊，那无地藏菩萨，咱那落地狱，啥人要甲咱度？啊，那无东方有师佛，啊，咱都那破病要找什么佛甲咱斗相共啊？啊，那无。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啊，咱若无觉悟的时，哦，啊，你要安怎呢？若无妄想啰嗦，我你讲，这几年来消灾化劫是安怎会遐顺事？台湾才会平安，妄想啰嗦，道家书房，若无妄想啰嗦，咱中华文化道统。哪有法度伫入一世纪的当下，啊，那得到啊国际上挪威诺贝尔世界和平奖提名个入围，咱为什么信教呢？啊，那无咱八卦祖师，咱即马都无乾为天，坤为地啊啦！啊，那无烦恼，咱袂受用啦，对无？哦，那无翁，哈，那无可能有囝啦。啊，那无某，那嘛无可能有咱啦，对吧？哦，说那无那无，恁爱要过去，迄条所有经常经典，哈、啊，伫那无这两字内底咧。哦，你唔知捌去想到这个问题无？好了，我讲较现实咧，讲啊，那无舒服咧。我若有今日有机会在遮读易经，无舒服，赶紧恁也有别个舒服好学咧，对无？啊，若无，这若无，这若无，千火缠堂，咱今日无可能在遮坐。所以世间的代志拢若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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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若无咧。哈哈，对不对？有搞对无？啊，过来，若无，这个幸福。你要修行就困难了啦，那无这个幸福啊，无这个色心啊，啊，你就要做啥工作，你就困难了咯。我当然惊咯，啊，你我这，啊，有人扑一棒过来，我咧闪一人，啊，师傅你咧闪啥？鬼来啊！过来帮我咧好鬼，哦，那无鬼来咧，我未闪啊，啊，那无心情来咧。我爱先生来啊！我哦，徛好你弄，嘿，你啊弄啊，夹到一个我就信啊啦。结果伊嘛个照常过咧，伊不爱插我咧，啊，伊过过伊个咧。所以咱来到世间转世投胎为人，
哎呀，真正是一刀斩的啦！哦，这是上尊贵的，所以人生难得嘛。那么，咱人既然有幸福啊啦，要安怎呢？啊，再去强求耍咧，看咱那点师兄啊，带一位哦，讲伊对日本哦，什么什么水清什么水哦。啊，氢离子的水哦，食食人身体会好啊，会用啊，安那就长命百岁哦。哎，啊，你讲笑话啊？哦，你骗家骗唔办嘞？我都甲我甲看嘞咧，我掐指一算嘞，啊，这不好啦，讲甲满山平啊，我再甲讲一个，哦，足侪年前，南部咱台南道场啊，迄附近啊，有一位。哦，讲有发明啥物物件好的食品，食落吼，人会安那会百岁会千岁，啥哎呦，做骨头都千岁啊啦！哦，那结果第二年病到位啊嘛，啊也药啊专门治这个病，结果家己发生啊啦，啊有效无？无效，我讲我听，要听无，一直在甲推销啊啦，哦，讲要送我。啊，我送我买啦，伊讲啊，我强用舒服啦，吼、哦，啊了呢，这边啊换恁这师兄啊做剁头啦，嘿啦，一般咱得买一台18万啦，就说台啊，水大啦，你讲18万啦，哦，我讲哎呦，这吼、哦，磨磨骗骗，磨这，哎呀，没人讲。啊，欢喜干嘛？你就甲买嘛。哦，我就甲在那个挂哦，手上的一坛啊，烽火佳人，一共有几百瓶。哦，我用食到103回，人日本都会山区者食103回。哎，食103回，你物件发明3-4年尔，103回，人伊个咧，对不？嘿，安尼是安尼才对。哈哈，哎呦，这毛毛片片。还不如去新社千华咖啡喝杯咖啡，我等会收，对不？好啦，啊，我都请咱邱先生、同修师兄啊，会了解嘛？啊，我不哩去卜，等下卜卦看啦，卜起来对位走，这四月份子孙了对月破，啊岁。你问个事啊，无好哦！我就对面做六冲卦嘛，所以讲伊当修，那无学易经的事，哦，恁都欢喜干嘛？你买来吃嘛，不都做有毒嘛？啊，你若学易经，你就凡事皆占啦。啊，卦卜起来咧，啊，地位定咧，啊，地势爻。亥水，亥水是人脸的人上人，人家嘞，咁好，无好啦，哎呦，家里会安怎？家里身体会安怎？先讲这吼，欢喜干嘛呢？哦，你讲哦，日本诶，进口者呢，原来讲有发明的啦，三公四公公家要骨卡锁出来，结果都系日本进口的啦。哇哎呦，我拄只甲恁邱师兄，你挂卜起来看了，啊，若无请师傅加寄当个，甲恁寄到当个行来倒啊，啊，咱都卖贪小便宜，咱人个身体，咱有灵性个存在，这个色心，咱办行代志爱有智慧。表弟兄。凡事皆占的赢家，赢家你莫胡乱加啊！我再重复一遍回顾2013年啊，一二啦，咱台中道场的时啊，咱这师姐祝福伊啊，友好啊，啊，伊就创这甲秦始皇长生不老丹，要上我师傅家
啊，我无甲开，我就变条下来。啊，秦始皇49岁死翘翘，师父现在61岁，我师父现在61岁啊，啊，你是秦始皇长生不老丹，伊都死了，我死翘翘，我61岁了呢，迄个时阵，哎呀，做生意哦，拢头壳拢怕呆，真正拢怕呆，干呐爱钱呀。哎呀，真正，啊！你就茶粉营业都我们做长生不老丹啊。所以各位同修弟子，你们送物件话，几乎逐天都有人要送物件要华家。我来家就安尼食啦，我甲逐天在遐做，安尼个嘴开开，直直就灌来就好啊，对不？哦，所以爱有智慧啦。所以那无已经恁做有毒，迄应该嘛。你若有学着易经，那么你都家己凡事皆三嘛，啊，你都袂上当嘛。我一台18万，哎呦，即摆咱台湾人的习惯哦，真可爱啦。第一，爱对日本进口的啦，哦，迄只都是叫袂有计较啦。日本的物件比台湾较老啦，满世界啦。慢慢骗骗比台湾骗骗得更加功夫的，因为伊比咱台湾提早40-50年嘛，所以骗咱的技术早咱50年，你就袂着啦，对不？足侪是安尼啊，过去足侪人，我当时咧糖尿病，哦吼，咱就输在去日本买什么卡得大黑安尼吼，啊，就糖尿病会降落来会好啊，我甲搏起来。哎呦，这磨磨骗骗，阿爸个打，啊我见到遐只就师傅，啊就看我的脚后顶，尾仔甲吞起来，看有大个油啊无？我讲我都无死咯，哦我讲袂杀的，你唔相信？糖尿病，因原因，迄就是咱的有诶是遗传基因呐、啊，啊有诶呢咱食无好啊。啊，食了唔对去啊！啊，贪食啊，身体啊，过不好势啊，食有食糖尿病嘛。所以，咱家己爱有智慧，咱若无智慧咧，哦，人甲人讲啥，咱无主张，迄就唔对呀。哦，所以咱去。台湾早期拢是药物采购团啦，哦，出去拢采购，啊，回来都囥诶，囥到几间啊，啊，有诶买倒来囥诶，变价个咧，20年后咧，才变着啊，啊，迄阵当时买是买创啥，那是袂记咧，毋知倒去买啊，哦，这都是啊，所以若无智慧诶时啊，嘿嘿，各位，咱伫世间啊，颠颠倒倒啦，若有智慧。哪有智慧，咱人生大家拢平等的啦。好命歹命，拢是有，拢是命。啊命，因为你一个人，啊一个节，一个口，哦一个口口，爱尊敬，哦感谢天地父母给咱的这个孝心，咱爱的照顾啊。往往咱有诶无照顾，啊酒变是啉。哦，叫表示播三个半暝唔转来，我咱就旧年尔，咱一个师兄阿兄，伊就出来先回家，师傅，我来晓，这搭水袂容易好死呢，这样死呢吼，阮爸会足烦恼的了，吼、哦，阮阿母、阮阿妈嘛足该烦恼的了，啊，阮母啊，伊袂烦恼啦，伊伫西方等你啦。因阿母伫西方等伊啦，吼、哦，师傅啊，啊你爱你爱甲救起，若无救安那哦，我若无救救你，若无救会夭寿对哇？哈，伊个嘿啦，若无会夭寿，是恁阿兄夭寿，不是我夭寿诶，你不要搞错诶。哦，足侪点香去拜拜，哎呀，佛祖、王爷、公妈祖无啦，救救你，若无你会夭寿。哦，这是真趣味诶代志啊！我讲你酒啉无够啊，
啊，酒啉无够，酒气无通，通无够，肝出去，所以拢积伫肝。咱的师兄，师父啊，我来遐吼，啊，酒啉够济啦，暗时嘛啉，日时嘛啉嘛，叫卖啉讲伊无问题，伊的肝足好个啦。哦，认真啉啦，啉到尾只安尼艰苦个啦，安要安怎啦？我哪安怎？跟伊大娘要安怎？安尼啊，哦我。伊在阿遐哦，修行人遐，修行人遐无自卑哦。讲修行人遐无自卑啊，叫伊去死啊，无要叫你去创啥？叫医生医，医生无在医啊啦。肝硬化，完全规粒电翘翘，碰到就减短命啦。有无？碰到就短命嘛。哦，我说，啊，我讲吼，你这肝不是肝病啦，肝。不是肝病，哦，肝特就无病，哦，你这是你的细胞歹去啊啦，哦，所以你的身体逐项拢歹去啊啦，啊，拢莫怪尾啊，都爱死嘛，安尼尔嘛，哈哈，到尾阿遐看开啊，师父啊，那安尼好，安尼，你看我当时来死好。我当时，我安啦，哦，我，你有啥方法了？我无啊。你当时，我当时死好了吼，我用来办我该办的工课。我第一，你的财产叫你过过的啦。哦，你的定期的，那有定期的吼，提出来领领的过给恁囝啦。啊，那有啥的吼，啊，你拢讲讲起来，写写的，遗书写写的啦，嘿嘿。啊，要有嘞，啊，你就对老爸老母不好啦，哦，所以你家嘞拢写写嘞，要安那行，吼、哦，伊就等于就真正认真写嘞，啊，那么伊就医生啊，哦，那哎不，哦，去找医生，医生讲你差不多一个月就爱死啊啦，吼、哦，等于嘞伊嘛惊死啊，人我唔惊死，时间到拢惊死，烦恼啊嘞，吼、哦，就等于大家等一下。下过差不多十天的，叫因弟弟提来先问西华华，讲，伊所有的村的财产啥拢写写写，交给我华华，华华要创啊，阿妹要继承花，阿妹继承花，哦，啊，到尾吼，尾啊好像祈求师父，把我这的烦恼拢甲收起来，啊，最后啊，肝肿瘤病走。啊，肝肿瘤病走，某某人错某某。哦，我你甲烧伊，咱咧叫因弟弟甲烧伊天公路，啊，烧伊天公路遐咧，准备啊三十六张的太极金，啊，拜拜咧，甲画天公路，安尼好啊，安尼就交子啊，嘿，足奇怪，我这报恁医身体的方法咯，嘿。啊啊，等于咧，哎，煞精神一天一天直直好起来啦，啊，搁加食食一年啊，加食遐食一年，身体作用诶，直直好起来。第一，人有忏悔，啊，第二，啊，对祖先会忏悔，第三，歹习惯改掉呀，啊，第四咧，啊，家己我认真念经啦，认真念佛念经啊。所以各位恁学习多，哪有人有奇奇怪怪的病，家己吃起来一定爱忏悔呀，一定爱忏悔呀。你若无忏悔，什么病袂好势？那昨啊，咱这个第二届的师兄。伊得着胰脏肿瘤。啊，胰脏癌，啊，医生讲上过三个月要死啊，啊，那么怎么办？啊，佫无来读册啊，但是伊电视一直看，伊只讲啊，师父甲大家讲，叫我一认真念佛，打坐念佛来忏悔，甲祖先忏悔，甲老爸忏悔，甲过去所有的亲戚朋友对不起的拢甲忏悔，包括。
用我咱这个易经人生一本呢，一出一本册去卖，吼、哦，印三千本买去卖，吼、哦，无紧啦，卖你有趁钱，你去赚无紧啦，吼、哦，伊嘛甲师傅忏悔，啊，才写迄做一章来啦，才写一忏悔文。我师傅啊，我也唔对吼，我才花三千本也卖了都，我但只四百个印啦，四百个印啦，那要娃娃要印哦。哈哈哈！我嘛好啊，你去印啊！哎，我但输，我怎么这样个呢？我就是半年来，我都一直忏悔哦，第忏悔一两回，忏悔十，啊，我来煮数两三百，挨煮数，即摆剩三，靠专工用停车场用走起走起，弥陀讲堂甲师傅感恩，甲老祖感恩，这是啥？依法。所以哪无入宗门来，无得到这法，你无得到妙法、善法的时，真了翘起。哦，所以我讲你唔卡到破病呢，啊，你家迄条做咱的苹果电脑的迄头家，伊嘛是胰脏癌死去的啊。吼、哦，你无你用两三下讲，或者我救起来，即马电脑。吼、哦，电脑战争也够看，够老人，所以混发 A G 呀，恁爱要我哪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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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翁，哈哈，我哪有得生到这个缘投的囝，哪无这个某，哪有得生到这乖的囝，这聪明的囝，哦，所以咱大家爱要想啦，各位。唯心贤士，恁以后拢是人天的导师。你无做人天导师，你嘛做人间导师。啊，你啥的人天导师？你讲多做诸佛所传的妙法，啊，来开始和你有缘的亲友信众大德，和因依法修行。啊，你就是佛的化身，菩萨的化身。啊，恁已经印心。革命印着这个心，哦，革悟着，咱健康之道。所以你们印心决明，我甲各位为心弟子提醒，一定要用药。你唔用药，要印心决明，无可能的代志。你若唔好啊，学着正道的易经啊，吼、哦，你甲咧用只俗啦的易经啊，吼、哦，那么我就不便是。自然嘛，所以这个啊，经中嗰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啊，又唔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意思就是讲，你若无了解到真理的时，你讲侬金刚经就唔是金刚经啊啦。那么你易经，你若无真真正正学到正法易经啊，你所讲易经都唔是真正易经，易经是因果的真理。已经是安心的法门，所以你无学了真理，学了正确的法门的时，你要得到心安，这是真困难啊！而且勉励各位为心信教啊，各位现世同修啊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人生六十不知羞。等待何时再来游？等到哪一世，才有法度过来游呢？我常常在要赞叹讲，佛祖说时，我也无出世在迄个时阵好听佛法，佛的开始。啊，往生老祖祖说的时啊。啊，我嘛无机会伫云梦山水帘洞遐啊，听王禅老祖几个先师开始真理。啊，太上道祖住世时，啊，我也无迄个福分伫世间啊，对着太上道祖听伊开始。啊，孔子住世时啊。我无迄个机会，无咧因缘，甲无咧福报，啊，对于偌偌所
抛现列国，啊，得到真理妙法，满三千大千世界的智慧。所以讲，伊今生今世，虽然王禅老祖是一个金尊，释迦佛祖是一个金尊，但是伊的精神、伊的心法，跨过过去无量劫百千万年来，拢是存在的心法；跨过未来生、生生世世百千万年的心法，拢是不变的。迄叫做真理、真理呀、啊！哦，所以有诶讲，哎呦，老师啊、师傅啊，真理伫倒位？真理在善的念头，咱善的念头，你心就会安；那歹念头，你绝对袂安啦、啊，你放心啦、啊。最近咱一个师兄，伊足天气的啦，啊，伊个呢四个人，迄当时师傅也袂出名，伫台中五环五街，要伫树林签卜啥卦。啊，老的卜啊，较快死啊！少年卜啊，嘛会老啦，会死呀！啊，那迄、那个先一个先生来问事嘛，啊，在台中算真有名望的人。伊讲啊，老师老师啊，恁在抽两千卜啥卦，拢那较讲嘛遐个，无要讲啥？我食的头路都食这嘛。我都甲老祖王禅老祖食的头路都食这抽两千卜啥卦，啊有灾有业啦，王禅老祖会甲咱消灾解业啊，无灾无业咧，哦你就免来问啊啦，啊你若来问，大家拢有灾有业，唔才来问，啊你要来问，嘛唔是你家己要来的，吼、哦，迄阵我唔是咧讲迄，结果伊啊吼。啊，这拢嘛，我的朋友叫我爱来，我因的朋友叫我爱来。我讲你的朋友姓啥？你甲讲，伊伊诶诶啦。哦，这甲讲啊，某某名，嗯，这个名我感觉很面熟哦。我到后边抱啊，我得不挂好你咧啊，抱啊，直喊着叫喊着啊，这个啦，对哦，对啦。啊呐，伊女朋友啦，伊女朋友啊，啊来问讲，伊当时会当甲某某人结婚啦，啊我挂甲卜起来呢，啊遥遥无期后世人，我甲迄查某囡仔安尼讲啊，遥遥无期后世人，我写遥遥无期下辈子啦，吼，查某囡仔足唔完啊呢。啊，等于呢，啊，同啊，伊只男朋友啊，男朋友啊，事业人啊，啊，我那见三四个咧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就我那要来问啦，啊，我一个朋友叫伊来，我就知啊，伊在问啥啦，哈、啊，我就甲挂挂卜起来了，哇哦，你个财只旺，你个财旺，某就当啥物啊，我财旺。就是你的某是当性命啦，你听有意思无？财旺某就当性命，某无遐紧死啦，所以你迄个娶袂成啦。听有意思无？哦，啊，我要安怎啦哈？我个命，我教你讲，来教你某创个死，佫袂使俩。哦，哇，哎呦，哦，这个神仙呢？对啊，这目又目吉啦，吼、哦！现在甲伊讲，伊某安那啦，啥病啦？结果你满满骗骗，你某用个钱啦，那水牛咧，那水牛我就作用个啊！哦，那有可能你说遐遐件事？那我就去死个问，哦，去问先咧，问遐神，讲伊某真紧会死。我讲哦，你某但做未遐件事个，即使会死。真紧死，你嘛不要讲伊遐紧死，
你话我阿弥陀佛是，你那个个性本分，买过来买卖安尼啦嘿。哦，所以这位先生啊，哈，伊都家己啊，啊，这这边讲我，这后边这一边呀，想要个问，啊，我就换别人过来问啊。就等等等啊，等个上尾啊，迄个咧，迄暗都翻两点啊啦。我台中好问的时拢问下晡开始问到翻两点，哦，两点我才刷，这个晚个等过来。啊，老师啊，你给我拨看来好无？敢真正阮某未遐紧死吼？哇，你是无良心的人！一个无良心的人，哦，你这，你莫，但出未遐紧死，会差死的是你先死。我来讲，你的先死，我哪有可能？我照样诶，无你等于出，你查马仔去，病院验肝看嘛啦诶。因为卦中看起来，伊个肝哦木卯木破嘛，破都是伤肝嘛。哦，等于验呢，第二天验验呢，第四天就过来。老师，迄、那个面啊又又原来吼，拢热抹油啊，迄阵抹冰丝的油啊。他才想出名，迄个时阵我要抹冰丝的咧，哎油咧，迄阵我要头毛要不只短嘛，啊，哟老师，我真正我肝内底有问题了。我甲你讲吼，咱心爱好心啦，莫歹心嘛。甲咱想讲后尾无别人较早死的，结果甲你死唔知，你又唔知，哦啦，这位先生啊。你看，人生海海啊啦，哪有啥方法啦？啊，爱求医啊！迄个时阵，我咪讲求医去倒去求啊啦。你若叫求医咧，我你家你找医生，倒我给医生医，我嘛唔医生啊。那就去医咧，伊到有一天，啊，换一件出来啊啦，一件出来，腹肚足大粒的啦。我啊，林先生。碰到就兼短命啦，听着讲碰到就兼短命呢，因为不到碰出去，你喘气，你不到未耐的时啊，哦，所以喘气就足短嘛，啊，英雄气短呐、啊，哦，沙场战将勇无比呀、啊，但是三寸气断了，什么呜呼哀哉呀、啊？好啦，啊，所以家里嘛就无奈，我确实，你们先生啊，好，好我忏悔，啊，那么过去拢过去啊，哦，人生一段缘，哦，家里身体一过，啊，过啊这时阵来，无法度这里鉴定，阿免怨叹啦，啊，好啊，去西方啊啦，好舒服啊，西方你唔坐下来，我都未。我都无要死，你叫我出去，我抱你去啦，抱你回去啦，当然是的，我爱厝坐房五人嘛，哦，你对遐回去啦，你莫对遐回去啦，一直当兵嘛，哦，啊，我咧你都对西平遐回去就好啊嘛，啊，过无偌久就王星爷，啊，王星呢，迄个女朋友，吼、哦，我发真伤心，又搁走来问啊，啊，走来问呢。老师，你看我姻缘如何哈？我恁要换第三个哦，就换第三个，无啦，卖讲啦，卖讲啦，你甲算看白啦来啦，好我吼要第几个才会，我就知影伊就回妈妈嘛。哦，这就是啊，经内底所讲的，哪有哪无，我啊认真修行啊，认真念佛，哦，那么。娶到你的查某人，拢足衰的啦！这句话又听入去啊，才敢哦，哎，
老师啊，你讲话是足直接的咧。我讲足直接的对啊，已经就安尼嘛。你来世间投胎落以后，你何止个色身，你的身体，一只咧，你的念头对身体行，是啊，对身体行。你大家咧照行，你真水，啊真水，世间的念头贪嗔痴无智慧，哦，所以你的想法，哎呀，想唔知啊，吼、哦，我讲到底你甲坦白甲讲，吼、哦，你交的男朋友对你含红腮啊有几个，吼、哦，对你行衰尾道人的路，几个啊，无啦，无偌济个啦，哎呦妈呀，爱讲啊啦。五个啦，有影啊！哦，我好啊，修行。哦，你若唔修行咧，哦，你这世人你会足痛苦的。后来咧，有听我阿建议，啊，真正去修行，啊，带化修行。啊，佮经过六七年后，我搬起新律师啊，啊，一天咧来咧吼，拢剃度掉啊，好，那么就。这个出家服穿呢，哦，罗汉的穿呢，来讲老师，阿弥陀佛，我还没做面试的啥人，我都迄个啦，迄个啦，我讲你，照你这性，你有保障的众生呢？伊讲真的哦，我最恶弯弯。有可能大众生哦，有法度，甲你同款的遭遇的来世间投胎为女人身呢，这的人呢，你可以度他。哦，伊安尼啦，这松一口气，我舒服。迄阵换改叫舒服啊啦，我的舒服拢甲骂甲臭头的，我舒服甲你消灾，甲你消你的灾厄。啊，那么我鼓励你，让你光明面去行。啊，后来呢，有一阵啊，拢会带一挂遐的朋友来拜罗祖。那你阵这间还未去呢，这间还未去呢，哈、啊，那来拜罗祖。这样啊，感恩啊，老师啊，哦，修行，名声或者修行，修行有八万四千种的法门。所以咱现在讲金刚经，佛祖所开示，那么须菩提用心禀报佛祖，你讲这一个真理妙法，要用什么名来定这部经的名呢？啊，佛呢又开悟，啊用金刚八十菩提经，啊金刚就是咱的性，八十。就是智慧般若，就是智慧波罗蜜，到达彼岸的一条路。所以用这个名来定这部经的名。那么人生来世间，个人个人修行的因缘业力无相像。哦，所以这位女菩萨咧，啊，以示现。伊世间的定业、成微成业、微定的业，已经尽啊，都该出看破红尘啊，看破红尘，好好修行，然后将伊伫世间所累积的经验化为智慧，来度伊有缘的一天。新装潢，新风貌，新。到最后一届来成佛寺的时候，咱大雄宝殿已经起不好啊！啊，起不好啊时啊，伊讲师父啊，我今日来见你最后一届，啊，我要来出国来修行啊！我离开这个伤心地，把台湾化作伤心地啊！我你要我开悟？哦，金刚经说。金刚经
嘛不是金刚经，因人而异。哦，来过的金刚经。哦，那么你在台湾，你这样的一个烦恼，哦，和你在台湾这个净土，和你这种烦恼，这并不是你烦恼，是和你要成就菩提，和你成就菩提啊。所以你要感恩台湾这个土地，莫像咱真济信众大德，啊，有一挂企业界，当时呢，台湾政治未稳定，哦，就是移民去纽西兰，移民去纽西兰呢，哦，到遐规定到咧马政府，马政府，马台湾这个土地，我有一天我去的时候，我了讲。某某人家先生吼，台湾搭一地对不起你，因为台湾欠多少欠偌济咧，我骗笑诶，台湾欠你欠偌济，台湾互你大汉，互你食，互你穿，互你配水暖，互你放屎，互你糟蹋，啊，我咧教育起来，互你有企业有钱，赚赚诶来纽西兰享受，你要你讲台湾对不起你，我你这到底是有良心嘛无良心？我啊，该讲完了呢，家己，哟，这阵唔敢讲。哦，出去以后，我等下台湾的时候，一定来看我。讲谢谢老师，迄阵拢叫老师嘛，谢谢老师。好、哦，我观念我变过啊，我会感恩台湾，所以我拢会等下感恩台湾，等下看台湾来感恩台湾。我等下感恩台湾，我等下纽西兰去澳洲。我足有贵人嘞，足平安，足顺事嘞。我当时未晓感恩台湾，出去百事未顺。所以这个波罗蜜嘛就非波罗蜜，哦，经嘛非经。你的看法、念头、见解，你所悟的，绝对一定要一体两面。所以咱太极哦，一个体，两个面，一体。两面，咱各位同修，啊，咱来到世间，咱投胎的这个身躯是照咱用的尔，咱唔好认为讲咱这身躯无价之宝，无唔着无价之宝，但是上宝，你迄粒心，咱的迄粒善良的心，那无心其他都免谈啊，念头无路用，所以关公，啊，关公。头红斩掉的时候，头伫天顶咧飞，吼，嘿，万气冲天，讲还我头来，谁人把伊个头抬去？不管凭伊头来，所以佛啊，讲那遐济人，互你头抬死的，抬死头断掉的人，伊要找石头。迄个时阵，关公怎点伊？马上顿悟。化缘为何其佛法，所以心要地呢，念头贪嗔痴，嗔就搞生气，痴就无智慧，贪贪未了，江山拢我的咯，无可能的代志啊！哦，所以爱国上重要，咱这条心永远是拥有所有一切，所有一切心都是咱的佛啦，佛性啦，听有无？哦，所以咱真济，即摆咧吼，大家叫啊拜关公，做神咧拜关公，正气参天，爱用心，你拜关公才有内容。你要看面哦，红气气参，我骗安尼起来，迄、那个好叫为我你讲了然呐。关公伊个精神你无误着，家来个哦，我咧为多爷咧会安怎？我做神你会当红气会甲切较济咧？我你讲。那拄着靠福气的人吼，啊，你个救的是救来救去，伊啊救倒去，你啊切落，你个手缝插，家己剁互人去啊，对无？这就是咱人爱有智慧，哦，所以挥发挥挥发挥发挥挥发，那么般若波罗蜜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这是简单一个假名尔，啊，假名，啊，真正名是倒去。就山河大地、宇宙虚空、天上世界，啊，无论大梵天世界、啊金刚世界、什么世界、啊地球的所有形体的世界，
拢是咱的老师，拢是经啊，甲电，内底是智慧，拢有藏着智慧嘛。所以咱学道的人，爱学习从感恩开始。你若未感恩呢，哈、啊，你修什么咪呢？是拢无效啦。那不要感恩呢，你修什么法嘛无效啊？不要感恩呢。不要感恩的社会，不要感恩天地，不要感恩父母，不要感恩国家，不要说感恩的风水光的人，你讲你修啥骗人的啦？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，咱是文化大通，易经甲风水，咱的感恩呢，感恩咱的祖师以外，感恩咱的老祖，感恩诸佛菩萨，实现这么多的地位。在身躯边，用各种无同款的境界来开示咱，咱结果唔知影何去去悟，啊你唔知影悟的事啊，干呐在遐讲哦，我咧修什么法门诶？修什么法门并无代表我咧真正有修行，爱实实在在落实去做，从善心、善心、善心嘛，啊，从关怀啊，慈悲喜舍。这是最高境界的修行法门。那么，咱维新圣教法门，就是爱各位慈悲洗手。你所学的法，你爱我的主笔的法，洗手，你用法来回顾、回向，给大家照顾到你的社会，照顾你身边朋友，照顾你的事业，共同来创造和谐社会，咱的家庭，这就是天下太平。维新天下的代志啊！祝各位。本段节目由祥昌制衣有限。